我们常常会拒绝一些人和一些事，比如好不容易有的一个周末，真想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推销员却不期而至，真的。距离远一点，你就应该听妹妹的话。如果妹妹跟你说：“哥哥，我失恋了，我好伤心，好难过，可是没有人陪我喝两杯，你可以来陪我喝两杯吗？”你要记住，该说不时就说不。你要适当的学会拒绝你的女朋友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好默默妹妹，她失恋了。我现在应该立马去陪她。就不是个好东西了。人家跟哥哥是兄妹呀，我们是异父异母的好兄妹呀。你是我的好哥哥，我是你的好妹妹。啊，你要看 GK 吗？那我去换个 GK 的衣服。刚好家里有 GK。不要纠正我的发音，我就是这样喊的。喜欢吗，我的好哥哥？喜欢吗？不是穿 JK 吗？又不是穿比基尼，你还指望人家露什么呀？
这样子我又换衣服了，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你们说我没有胸还是我平？等一下，我系个带子。
傻逼。谁在抽烟啊？你有在抽烟？你跟一个奶妈说她需要塞，你在看不起谁呢？想当年我们都是一个虎牙奶妈呢，还需要塞，哥哥，看不起谁呢？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度过月底这两天。谁知道你们就居然看不起虎牙奶妈啊？没有抽烟。是吗？谁说我塞的？还说我塞的不很明显？那我再挤挤。你这意思，那你这是意思让妹妹再挤挤。讨厌死了！我是第一个因为胸大而说自己，而说我挤了。不行，他们这群坏男人就是他们很脏，他们侮辱我，他们又不是第一天看我了，只要我穿保守一点，他就说我没有。你跳一下，那你起来给我甩两下，给我甩个365度圈出来，我就跳一下。这还能漏吗？那黑色衣服的能写吗？啊！你不穿一点的，我怎么能见到你轮廓？你要穿个宽松的大裤衩，我什么时候我也看不见啊！我给你甩，就你那里小家伙事，你给我甩，我也不想看。上点好看的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还要骗女人啊？睡不着。你等我一下嘛，这么早，谁睡得着啊？睡不着。
就没有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你一个大男人没有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一个女孩子有点女性特征怎么了？傻逼！你要一个大男人说你没有老二，这不是很夸张吗？小小的秘密，一本魔法书就知道是真的假的了，可深入，懂了吗？不要吓英哥，没有经验的毛头小子一样，逮到就是一针对啊。刚看到私信是什么？你要加一下。
是我也有。今天是不是没有化妆？我的白眼看起来没有威慑力呀。嗯，今天是不是没有化妆？看起来好轻浮啊！怎么有这么多坏男人？不信，看脸又不看，你看什么？看病吗？来我这里看病吗？
怎么会这么没有用？真的是嫁给您，到了八辈子都没了。索罗魔法书的宝贝，你要加位，不要加错了，不要加错了，加错了通过不了，是吗？对，我今天都没化妆，我今天这个脸看起来就很好欺负的样子，你没看到他们在这里一个劲的说我。他们欺负我。
我不是要进步十分钟吗？我不是被逼了吗？说我要被禁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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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刚刚骂人是不是听到了？要等一下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啊，这么猴急干什么？嗯，故意的，怎么了？
Oh, po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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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p,